们关注今天开始的比赛。还是先来看看广州队的进攻。哦，这一上来，哎呦，他当中受到过伤病的影响，就是他回来不久，大家会对于他的状态有些担忧啊。可以，上一场刚复出的时候就三投三中啊。哎，啊，山西李云龙，他防陈永进，陈永进费劲，我跟你说啊。外援待遇啊。对。分给了队友之后，哎、好球，啊、应该也被盖了，好像。不是，这球好像打脑袋上了吧？有犯规嫌疑啊。裁判没吹啊。嗯。大范围转移给了朱明镇，好球，贝尔。嚯、哦，这张三秒钟了啊！陈俊还在观察，再给篮下，极致操作嘛。是。现在连细活都会玩了，哎、这张飞会绣花，这也就太麻烦了。没错，没什么可现实的东西了。就是以前张宁打球那是有一股。就费尔德这个突破，就是突破，然后说靠你一下。哎呦，这防守出漏洞了，嗯、是被偷了。啊，什么弧度啊，都差不多，就是差了一点，嗯，差了口气儿。那今天的运气不太好。陈俊打身高更高的大宝提前出手，我觉得还是让张朱明镇这下撞墙了啊，还是得快速出球。这换了他在看啊，这换的挺有意思啊。是。马上要换回来了，哎，长林带着去保护去了。最后终结这一下，广州队他这篮儿下真有孔，没错，而且容易连进的。嗯，贝尔德来防，哇，这直接过掉了啊！哎呦，又是一次，他是属于这种纯体系型的球员。嗯，哦，协防不错。嚯、嗯！破坏一下，但是呢，在外线还是兜出机会之后，这太不应该了、嗯。感觉今天山西队整体来讲比较迷离的状态。哎呦，这一下连线啊，就是中远距离啊，还真准。对，啊，从这个位置来吧。哇，这吹的应该是造了一个，应该啊。好，那用相对冷静的方法吧，就是张宁先缓一下，打了两分多钟犯难了。三节是乔丹贝尔，但是啊，贝尔一直贴着你，这球就是。还是传、嗯、啊！好、哎、球，这球漂亮，抢篮！一投完篮，第一个反应就抢篮板，意识加专注啊、嗯，都有。梅森的外线出手，这就是我正确啊！哦，这球往前探这下呢、啊，其实有危险，容易造成防守犯规。双方没吹，朱明镇追身再一个，对啊，26分的节奏可以打得更慢啊！嗯、嘿，这个球啊，包括培养人是有一套东西是。哦，平均，好球，好球啊！哦，平均外线的机会也不多。哎，你看这个一撅屁股，其实都是犯规的，你知道吗？平均，面对韩佩瑜，选择急停。哦，常林又接着上了。嗯，不切了。哎，平均还没下，还没下。我刚才还在说，看看说谁还能上的时候。